政府韩国人的心嘛。因为我们两个都不会嘛，所以一定是会有一些发音咬字方面。当时音乐分享，体验一下各个地方的文化，音乐交流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们是 Super Junior。Nice to meet you。方大同。한다하시고있다고얘기를들었어요有有、嗯、어떤곡지금준비하고계세요 Honey 근데이것도댄스가있는데이노래도 Honey 不知道哎他的经典动作 Point 네哒哒哒哒哒哒呼哈呼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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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特别是我那时候头发湿了，其实我是很不熟这首歌，就算是紧张是紧张，因为不熟歌而已。长头，呼延呼延，呼延韩立。这么多元的观众可以来看我们，而且大家都感觉上是开心的，听得开心，反正就感觉没像在比赛，所以比较像是就玩。见面的拥抱才用力，不对劲，眼神也诡异。我不禁看着你慢慢的寻找证据，没有唇印，一直这气闻不到陌生香气。嘿，过瘾，快点加瘾。